看 X 女王角色介绍。黑暗 X 女王竟然被这些小喽啰给欺负了。苏醒吧，邪恶的怪兽。我是黑暗家族的统治者 X 女王，在上次和魔法少女们大战中，我的能量受损了不少。不过堂堂黑暗家族女王可不会败给区区一个公主。我一直暗地里观察着他们，他们的校园生活看起来还挺幸福的嘛。哼，我可没有羡慕他们，我最不喜欢那些可爱美好的东西。在恢复能量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已经四处布好了黑魔法陷阱，你们有本事就避开吧。小玲魔法世界校园奇想曲。